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萌滚滚秀。据说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是团子们最美好的回忆之一，总会有令人深刻的瞬间。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令人难忘的回忆吧。和妈妈在一起睡午觉是多么温馨的时光，一定记忆深刻吧。妈妈，你睡着了吗？妈妈，我要出去玩了。妈妈，我走了哦。玩不好好睡觉。好呀，妈妈陪你。哎呦喂，不要啊，放开我。当然了，在妈妈的怀里睡觉一定是幸福的，毕竟妈妈的怀抱是那么的温暖。哎，儿子，我看你挺可爱的，我舔一口呢。哎，不错哦。我再舔。不行了，我停不下来了。哎，妈妈放开我。对了，面对调皮的团子，妈妈一定要稳住，不然记忆深刻的就是妈妈了。来，乖乖，不要动，我们一起拍个照。好呀。准备开始，我跑。与此同时，妈妈面对无比激动的团子时也一定要稳住，不然不要动，吃奶奶了。乖乖，嘿，不要动，放开我，我要去玩，放开我，嘿。你去吧。其实无论遇见多么调皮的团子，厉害的妈妈只需一招就能让团子记忆深刻。妈妈，我听他们说只需要一招你就可以制服我。对呀，你不信？我可不信。不信那就试试。